李娜，妈妈问你，为什么刚才给姥姥爷爷打电话叫你说越南语，你不说？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怎么会学越南语嘛？你是中国人，但是妈妈是越南人呢。如果你说中文的话，姥姥爷爷都听不懂啊。都要学。对呀，所以才叫你学越南语呀。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要跟爷爷姥姥说越南语呀，他们才能听得懂啊。但是我还下不想学。为什么不想学呢？啊？因为我不想学，我只想再当中国人。你只想当中国人？你是中国人，你可以多学其他语言呢。啊？好不好？好吧。妈妈是越南人的嘛，爷爷姥姥也是越南人，姨妈的他们也是越南人，他们只能听得懂越南语。你是半个中国人，半个越南人，啊，你不是中国人，把你赶出中国好不好？啊？我和爸爸是中国人，你是越南人。你们两个是中国人，你现在排外了。啊，你也是越南人好不好？啊，谁胜你的？越南人呢？什么？你才是越南人。你也是，妈妈是越南人，所以你要说越南语呀。啊，好不好？你两个语言都要学，知道不？多学一种语言，以后多一个本事，知不知道？你到时候，你不管回越南，跟姥姥、姥爷、姨妈，你要都会学越南语呀，要不然他们听不懂你说话呀，对不对？啊，听到没有？听见没有？